本片为娱乐片，请大家轻松看待哦。Hello 啊，嗨你好，我是翠翠，好久没有来整佑哥啦。今天翠翠想到一个超狂的计划，就是啊，其实佑哥一直都没有跟很多女生一起玩过传说对决，所以翠翠今天就要用这一点来恶整佑哥一下啦。等一下我会跟佑哥讲说，还蛮平常的要跟朋友一起五排嘛。我们平常一起五排的就是一些男生啊，就是很熟的一些朋友。反正呢，这个房间最后只会有佑哥跟我找的四个陪玩小姐姐，然后开启语音开始撩佑哥。好不好？狂撩佑哥，看看他反应会如何，会不会沦陷？他如果给我沦陷的话，我已经准备好次次地毯给他罚跪了。那首先呢，由于翠翠生活中没有认识太多玩传说的女生，所以我就决定开一个陪玩软体，然后找四个正妹。这里先打开我的 Lita 陪玩，然后点到传说对决，大概滑一下这个首页啊，哇，这上面蛮多漂亮的女生有接单的。我们首先先从订单比较多的开始找好了，毕竟他们接那么多单，聊天啊。比较不陌生。Hello， 要一起打传说吗？超级好聊，很有耐心，好，就是他了。哇塞，结果我发现他好像知道我，哎，太棒了！第一个人就这样找齐，来找第二个人啦。这个宝宝接单44，看起来蛮厉害的哦，很好的陪玩，好聊天不尬聊，就是他了。第三个美女是谁呢？哇，这个人接了161单哦，他叫月，超会凯瑞，打野小高手。Oh my god， 女生真的很少会打野了，直接就决定。是他最后一个人，我看看，哎呦，这个爱娃儿订单97，评分4.99，非常高啊！娃娃超厉害，非常好聊天，声音很甜，观念好啊！最后一个就是他了。好啦，小姐姐，所有都找到了，太棒了！这个小绿666，那我们就来开整佑哥喽，看看他有没有坚守底线，矜持一下 ，Go！ 江黄佑，等一下9点要跟朋友五排哦。哦。我给你房号，你进来哦。哦。哎，各位，那我现在要先开房，然后把佑哥给邀进来。好，佑哥现在进来在鬼吼鬼叫，他一定是以为是我要开房，然后邀我们平常会玩的甘心 AI DAD 那4个人一起进来。我现在记好下房号767189。好，我要先离开。然后赶快跟我的小姐姐们说，来喽，我好紧张哦。767189，交给小姐姐们表演了。嘿，各位，现在呢，我不知道他们是进行的如何。等他游戏结束，我们看那个摄影机的画面，就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跟我乱来了。那就马上进入他的游戏跟语音聊天画面。哎，翠翠那里毛皮？嗯。哎，怎么都是妹子，还有小被子？那你愿意跟我一辈子吗？佑哥，我觉得你长得很像我认识的，我好像见过你耶。你好像见过我。在哪里见过我？我觉得你好像我下一任男朋友。啊，不是这一任哦，那个可能是候补。翠翠，怎么会有四个妹子跟我一起玩啊？你们都走哪路呀？都可以啦，中路跟手。我都走进你心里啦。我是你的优美而已。可以去洗手台帮我洗个东西吗？我可以喜欢你吗？可以。佑哥，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被子。那你可以当我的被子吗？这我想被撩了，我要走哪一条路啊？ 你是哪一只啊？看不出来。不是啊，我要走，我是要阿姨洗的路。哦。小被子。我等一下要骑在你身上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可是我不想被你骑。我们现在偷偷去看一下佑哥进展的如何。我不想被你骑，我比较想要骑你。真小。这可以播吗？我爸谁来保护我？佑哥去保护你。这样佑哥很忙。这样有点忙。哎，他怎么睡那里？哎，你要记得开镜能哎，你不要在我头上睡着哎。有啊。哇，你居然有迷豆子的造型呢。对啊，有钱人真好。你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迷豆子。你都在上路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好巧，我也喜欢你，谢谢，我先送头了。没事的。佑哥，你知道天涯海角在哪里吗？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，但你愿意陪我去找吗？可能先不要。是这样吗？
哇！没事，你把它变动物。刚出，哪里？你没抹嘞。要回家吗？我不要回家。不用吧。还是你想跟我一起回家？好啊，我已经帮你泡好温开水了，开好冷气了。温开水可能不够，这个可能要洗澡水，一起先放好哦。把球也放了，还是要来个香氛蜡烛。我跟小贝子刚刚在一起鸳鸯浴，哎，上路还好吗？感觉上路不太好。有点热，你可以先下来吗？这个被子，我好热，我现在那个脸有点红，心跳跳得有点快，有点热。有痰吗？太吵了，你直接把它杀了，我会护猫助攻。那肯定就是可能是你们吧，你们神助攻漂亮。那个它是来了，有你们在我才变那么强。没图没真相，我怎么知道是美女？这可能要头放头贴，做了一个光头。这可能要视讯检查一下哦。哇，有人有人，哇，他本来就是动物了，你还把他变成动物，你好狠哦！我要回家喽，小贝子要跟我回家喽。走吧，回家泡温泉。这温泉不够烫，但是有了被子。好温暖哦，有温馨的感觉。已经过了差不多3-4分钟了，再去看一下他们如何。温泉不够烫，但是有了被子，好温暖哦，有家的感觉。可是我想要躺死你也的温。我刚刚觉得我背后有点危险，知道吗？刚刚有人对我比中指，我觉得有点不妙。走吧，我们去沙拉，我们来帮你了。暗花怎么办？在哪里？哦，哦，秒杀！直接被秒了，花起来一次，直接被秒。我要走了。帅哦！我们快点结束，就能快点下班，对不对？快点去桂上潭。对。哎呀，我直接进入桂上潭环节。这个可能要跪榴莲。三只哦，哇，你把它红。走喽！哇，悟空，再见了。哇，跟他耍回家。有个不是很多人都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吗？对啊。可是我最近不想念书，我想念你。我是觉得哈，我背后有人很火。哇！我先帮你准备一颗榴莲了，好不好？感觉这个比较精彩。那个影片桌放出来吗？快榴莲的影片，想看。我也想看。那这样我可能要先去你家拿那一颗榴莲哦。我可以外送到你家。哇，你要来我家哦，真好。没有，我有看你之前的影片，你真的、哦。我记得你在桃园有买一间房子。对啊。是吗？对啊。可是我比较想要让你每一天都来桃园欸。你刚好这样来一次，我觉得不够啦。每天来，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。每天跪榴莲。哎，那个哦，明天好像翠翠不在家欸，那是不是？我们四个人上去。他们都跑了，他们好像看到我们都跑了。先把下。看到佑哥身上有一把火吗？背后有压力，好痛哦！哦，要结束喽！要结束好快哦！哇，十分快乐，我操！悟空，再见！如果他没有再见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喽！哇，小贝子。那我们明天见哦，明天见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他们游戏好像结束了，看一下佑哥，嗨。
玩完了。他觉得小姐姐如何？在跟我装。我看你整个过程都超快乐哦，完全没有想说我怎么不在游戏里面哎。看你没有发现我怎么没有玩呢？你刚刚没有玩？靠北哦，你刚刚是不是乱讲话？没有啊。你要骑谁？你是不是欠扁？你为什么可以乱讲话？难得有小姐姐嘛，是不是很开心？你跟我过来，这里。哦，哎，这真的很刺。贝利兹，现在时间9:25，跪到9:35，你那个给我撑起来，90度立直。哦，看好痛哦。我明天会准备好榴莲，你给我等着。感谢丽塔陪玩小姐姐们跟我一起合作整佑哥，欢迎大家找他们下单一起玩哦。